甲问伊啊，人家咧机会，啊，你哪咧甲我讲？我敢有问唔对？淑珍啊，有当时我感觉讲哦，你的工作比我辛苦，比我困难，因为哦，你要甲家属讲，因老师哦无救啊。 我伫上帝时间来去说服因讲哦，把因后生的器官拢捐出来送互别人，我感觉哦，这实在哦真无简单呢。讲安尼，这是你对可怜的角度去看，毋知影安尼讲，对无？是你甲我教的，你袂记啊？ 你讲哦，若有机会哦，伊爱人间，嘛是一种福报啊。我是听你的呢，啊，即马伊，就有这个机会行大善啊，对无？咱就甲帮助一下。好啦，安尼我了解啊。后面伫恁做医生的哦，也袂用去哭啦，也袂用去讲，也袂用甲家属接受啦，对无？交予我啦，我来讲。 陈丽蓉吼，大家都叫你阿蓉，对不对？我是慈济的志工，你研究我叔叔妈啦，吼、哦，那、啊、你要原谅我呢，吼、哦，这器官要有用，都要足赶紧的，吼、哦，我等一下就要去跟你妈妈讲这件事情喽。 哦，会啦，我会尽量哦，较婉转的，哦，照顾妈妈的心情，你放心，哦，阿荣。 已经被判定脑死了，哦，他救不回来了，嗯，可是他还有其他的器官可以用的，我们要不要让他遗爱人间，给别人？ 你话点咧啦？我得请教庙公大哥，你咧投诉啥啦？庙公大哥，你讲。是哦，好啦，即马吼，我唔是咧看恁后生啦，我是咧看恁两个运势啦。 做啊看吼，恁的投资来较保守、较小心才会用的啊。即摆世道就是安尼啊。只不过，只不过是安怎？我想要叫你带我去卖金仔啦，啊，就想讲吼，迄头家你有熟识啊，啊，伊若带我去吼，咱较袂去互骗去。啊，你若无代无志要卖金仔？ 啊啊，无咧挂啊！想讲来去卖现金，啊，囥咧银行，安尼利息较济啊，对无？以前你常常要钱给妈妈，将来都无袂记，啊，即卖咧，车袂去啊，厝内底冰箱空空，啥物都无。虽然妈妈真少回来。
哥妈妈什么代志拢知影，我目睭瞄一下就知影你有代志。你敢有遮侪钱？我哪无钱啦？你早给妈妈的钱，妈妈拢嘛甲你欠起来，我也无咧用什么钱啊。啊，搁有较早，你阿妈安尼一点仔一点仔金仔也无我，我嘛拢甲收起来。哦，你唔通看咧，迄金仔呢，一罐仔囝尔，看起来也无啥，哦，卖卖吼，搁十几万呢。妈，你哪无先甲我讲啊？阿妈金仔哪会当卖掉？应该留的啊。哪会卖掉？讲你戆戆，你就是戆戆。你阿妈是安怎给咱金仔？就是想讲吼，以后咱老紧急的事啊，会用先提来应付。啊，咱即马就是有紧急啊，甲金仔卖卖，啊应付一下咱的这个难关，安尼哪有啥唔对？这你提起，这是咱邦桥迄间厝的厝价甲地价，趁厝价长好，啊，提起卖卖咧。妈。啥啦？进来啦，因摕起来，来。你哦，就是爱面子啦，真乖。你若讲有困难哦，就真正是足严重的啊，得去应付一下。即关先过再搁讲。这哪有啥啦？等老以后，你若趁钱，敢起来无厝通买，对无？嘿，安娜师兄。师姐，若是讲咱两工再搁起来，安尼是毋是较理想？也免惊白走一撮。安尼哦，迄啰，无啦，无啦，范师兄，我是想讲吼，今仔若两早会用去吼，今仔去上好啦。啊吼。我看是毋是迄路是安那？是即马若袂通，看是毋是阁有别条路通坐转去？啊是讲看问看伊当时会好，咱等一下嘛无要紧啊，对无？啊，咱就已经来到遮，是毋是？我是感觉讲吼，爱要及时，关怀嘛爱及时啦，吼。啊，无总无讲啊，人会用个关咧拢关了了，啊，咱共白白个，啊，怎共等个？安尼袂吵人哦。哦，安尼以后谁敢器官捐赠，对无？会啊。咱都爱吼，愈共关心，安尼毋才对。本来我着听讲吼，即家吼家境敢若毋是介好啦，嘿。啊吼，阿英是因厝内底唯一趁钱饲家的人啊，啊即满都无伫个啊。我还搁咧烦恼讲，啊今因一家生活毋知要安怎过。你要找我们阿嬷？哈，她是你阿嬷？哇，我认识你们两个啦。你们的阿嬷哦，常常提你们哦，哦，说你们两个好乖哦，有没有啊？啊，阿嬷有没有在？不在，阿嬷去摘野菜了。在哪里摘？啊，但我也无加榨钱啊，我才干那千几块尔。你话拜托的，车开落去，开个山脚，啊买一挂菜起来，啊无敢咱干那榨油甲米，啊无菜通卖免咯。对吼。谢谢你，妈妈。妈妈，谢谢你啊，叔叔师姐。能考，不、哦。